大家好啊，我是 LCWL 的日常啊，我呢今日呢就要为大家介绍一样嘢，佢呢我相信大家都有玩开，佢就係我哋细蚊仔最好嘅朋友 Poppy。 我俾大家睇下 Poppy 先，大家睇下呢个就係我嘅 Poppy 啦。佢呢就有好多嘅款式嘅，好多唔同颜色啦。咁我今日就會介紹下呢個點玩嘅。呢個遊戲咧係適合兩個人玩嘅，一個人啊就咁娛樂下自己，撳下啦。如果兩個人玩嘅咧，咁樣咧就可以，就你就可以同人哋鬥啦。點樣鬥咧？就係咧，我哋每次都有一個機會嘅，每個人輪鬥啦。咁每個人呢每次都可以按一至三粒的，邊個按到最後一粒那個就輸了，就是這樣玩的了。是的，那我覺得這個遊戲都挺適合小孩玩的，因為我覺得他都要幾億字考數學，就看看你按幾多粒啦，自己計下數邊個會按到最後那一粒咯。係咯，咁今集就拍住咁多先啦，大家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啊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